我真的是醉了，一个恐怖游戏竟然被玩成这样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你可以把鬼捏成你想要的样子，从而决定你在游戏中看到的鬼的模样。就在老外们在比谁捏得更恐怖时，而我们中国玩家彻底把这游戏玩坏了。你干嘛？我本以为这已经够离谱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居然有玩家发现了这游戏还能自定义鬼的声音。这下游戏画风突变，彻底变成了搞笑游戏。打工就方便，打工就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。还有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看到中国玩家的操作，制作组连夜发文，我们这是正经的恐怖游戏，不是什么搞笑游戏。